我叫 Mike， 有粉丝要求这次挑战只用单发武器直接，身上的两把武器一个是机瞄，一个带瞄准镜。我严格遵守了任务要求，这年头像我这么实在的视频作者真的是不多见了。重新拉栓装弹，一发子弹速射而出，计算的刚刚好。我抓紧时间再装一弹，打向了另外一个。此时他们队友已经摸了过来，我赶紧迎战，毕竟我只是单发武器，切不可浪及近身。至此我成功团灭了这支神迹小队，抹了一把额头冷汗，好刺激啊。冒险舔和补充一点弹药，默默计算一下下个圈的走向。我提前驱车来到圈内，占据这里唯一的高位。而此时有车队紧随其后已然到达。等下，他正在用车底盘躲避我的攻击，这明显就是我往期的打法，莫非是粉丝一名？角度不对，提前晾在这里。灭队双杀，我的狙打得越来越溜了。趁暂时没有其他队伍到来，我取出无人机，以便及时了解其他队伍的走向。而且我这还是高空插打一体机，被我寄予厚望。通过仔细侦查，我目前所处的周遭并没有任何队伍的身影。那么，预示着剩余的12名对手大约都在河对岸，或者是西侧位置。这场单发武器的挑战，我开始有了不小的信心。随后，我又竖起一个单兵雷达。现代战争，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愈发重要，我们要与时俱进。有动静了，东南方向有车辆正在移动，准备迎战。发现目标，我的狙击一直未曾使用，虽然只有可怜的两倍镜，但架不住我的子弹会拐弯。一击命中，我的狙击技术又走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来，再补一枪。右侧这辆车应该就是刚才雷达上那台，距离300，依法准备。可惜了，他们被人提前灭掉，此时再看战场只剩下三个对手，而西侧的两台车明显位置不对，不属于刷新车辆，恰巧此时新圈刷出，是他们无疑去灭了他们。来到圈边，听到了爆炸声不断，剩余三人竟然还不是一对，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，但我仍然要小心谨慎，毕竟只有单发武器。被除草八个了，兄弟倒地，说明他还有一个队友，应该就在周围看到他了。又是灭队，我随后再次随意的打出一枪。so easy。我是麦克，专业过硬，从未失手。为了吃鸡，我竭尽全力。